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洪家豪，是今年加入樂壇的新人。在这四个月就推出了两首歌，一首叫做《半天空荡》，而第二首歌叫做《表情符号》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扮起脸也不错，装可爱也不错，欣赏你全日美艳多。即咁啱，其实我今年五月出道啦。咁我未出道之前，今年嘅年頭一月，即系 Janice 嗰個紅館嘅演唱會，其實係最難忘嘅。即系紅館唱歌喎，咁樣雖然唔係主角，但係係可能一世人都即係難聽啲講，可能一世都冇機會上去唱歌噶嘛。咁所以就好珍惜嗰幾日啦，萬幾人嘅歡呼聲，咁係享受嘅。即係當然嗰啲歡呼聲唔係俾我，但係聽翻嗰種感覺。是一種很深刻的意思，即係唔會忘記嘅。紛紛飛的叫囂，奇妙被熱情融掉，望住夕陽再照。以前幕後嗰個身份就會比較係好似協助人啦，即係幫人哋去做嗰件事，或者幫一個表演啦，做好佢啦。咁而家就要。自己是反而是表演的過程，有少少不慣很多人幫自己的那種感覺，即無啦有一天自己出了一首歌，跟住對著人唱的時候，有一百個人望住自己，其實很怪的嘛。即那些是真的震到由頭震到尾咁樣嘅，但又要扮不震啦。我第一首的派頭歌就是五月嗰陣時派的，呢首歌叫做《半天空蕩》。希望大家中意。慢慢越嚟越多咧，就習慣咗啲啦，而家就會好咗啲啦，係啦，反而就開始會學下 enjoy 啊，然後嘗試下每一次都做得比上次好啲啊咁樣咯。扮起臉也不錯，裝可愛也不錯，欣賞你全日美豔多，但因為有啲人係會。踢佢為一個興趣嚟噶嘛，即係我自己做我自己開心就得啦。咁但我又好想有機會人哋聽到等等，咁所以我冇諗咁多，我就瞓身咯。但佢支持我嘅原因唔係支持我去做即係入呢個圈啊，佢純粹係覺得即係我做阿媽嘅都唔支持個仔，邊個支持佢啊咁樣，即係純粹係出於愛啦咁樣。入行之前，譬如都有叮囑我，其實呢一個圈，就算你成功唔成功都好，即係佢都有講，佢見到嘅大部分人都係唔開心嘅，咁你要自己去諗清楚到底係咪真要行呢條路。佢會有時叮囑下咯，即係譬如佢覺得一個人一定要有內涵，係咯，佢係想我歌手。除了唱歌、表演、音樂上，佢想我其他嘢都做得好，佢都會提醒我。